们就来到了 Findy 的生日会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哇，看他布置的这个。全部是那狗啊！哦，是哦，这个蛋糕全部是狗狗的蛋糕。奥尼哪个？哎，这个是奥尼。像吗？像像，真的很像一下颜色，有像到。哎呦，飞机快点！哎呦，开始哦！哎呀，开始哦！你们给我拍手一下，要不然没有人拍啊。今天是飞机的28岁生日。哎，不可以讲 ，sorry， 哦，不可以讲，不可以讲 ，sorry， 不可以讲出来，不可以讲出来，不可以讲出来，这一段剪掉啊，这一段剪掉。28年了，还要再等的，我真的是接受不了。看啊，假假不要放他的那个生日的年龄在那边，因为还要隐藏他的年龄。开始啊，真的是18岁讲出来。还是要一起这种？啊，我要拍你。我喜欢这种，要我剪我的。不用，我等下再拍。很忙哦。可以。弟弟，你在看麦吗？不要。弟弟，这边在拍着。哦哦，弟弟要有一个椅子。那一点，姐，你这，你也要点，天哪，很久啊。点，OK， 现在要点蜡烛。到底要跟？一、二、三。还没有，那没有。哎，不好，天哪，没有准备好。第二生日歌不用唱啊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弟弟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OK， 哎，叫弟弟表演吹蜡吹蜡烛。哦，好，OK， 现在到了拆礼物环节。啊，这是演师的，我们呢？来，我们来，难道这个也是吗？不，是不一样，只是不一样。礼物了，难道是当逃跑还是那个逃跑？没有啊，那个是拿来睡觉了。我你们送什么了？哎，因为我们送的是一样的。是啊，不是，我们很有 taste。一样啊，一样啊！我妈等29岁好像。手势之啊，双关大钱了嘞！
哦，好乱了，好乱。OK， 刚刚那个 Oni 的蛋糕，那个蛋糕其实是 for 狗吃的，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，这样子，就是这个。然后现在已经吃到一半了，我才来拍。来，快喂他吃，快喂他吃。我们看他很喜欢哦，喜欢。妈妈，嗯。哎呦，哎呦，咪咪，你那边有什么东西？不懂哎，好像类似哦，面粉这样的东西。面粉的东西，不懂啊，狗可以吃的就对了。很喜欢，你看。哇，狗狗聚集。狗狗聚集。好的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个班长，全民党，好热闹啊！狗狗聚会，那边一群狗的聚会，然后这边有一群狗。哦，这是中国啊！今天又回到来我们的 office， 然后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上次那个拉电的工作，那些拉电工人他们拉到怎样了。今天就来看看，然后今天带了 Dixon 来参观我们的 office， 他是 first time， 第一次看，对，期待吗？是蛮期待的。OK， 我以为你会讲还好，今天说到讲了，我不懂，就是要去看，看一下。上一次我来看的时候是空的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其实除了来看 office 之外呢，我们今天主要的行程是要去看我们接下来要煮的家，因为。因为我们 subhouse 的合约已经要到了，然后我们也不打算要再把身住，因为我们 office 在 KL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搬过来 KL 这边住，就是我们每一天要去 office 的时候，那个行程会比较方便。所以今天的主要行程是来看我们 prefer 的家。OK， 到了，拉电拉得如何呀？哦，蛮大一家。大吗？很大哦，很干净是？哇，装灯了，装灯了，全部装美美哦，这些灯全部装上去哦。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要的插头，它也已经装上去了。虽然我们是没有做那个 ceiling， 所以会看到它的那个一支一支的那个骨夹，夹上看到吗？一支一支，就比较没有这样美观哦。因为不是我们自己买下来的电脑，所以就不想要花这样多钱在装修上面。因为这种东西是过我们关了过后带不走了，所以就没有必要。这些全部都装上去了啦。这边有一排有三粒灯，对。然后这边上面的全部都装上去了。然后这些就是那些灯的盒子，接下来就是轮到那个玻璃的工作人员来这边进行 office 的装修，因为我们要隔三间 office 嘛，所以接下来就到他们的工作，然后就到装冷气的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啦。OK， 今天是另外一天，然后我们今天又再次的回到来 office， 因为昨天那个做玻璃的人他们就开始动工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成品如何。Are you sky ready？3, 2, 1 OK， 所以它就是如我们那时候的概念，隔出了三间房间，一间、两间、三间，所以我们是用玻璃来隔住哦。然后它这边是怕人家撞到玻璃的，所以它现在这片玻璃它还没有放哦，然后这边也是还没有放，这边也是还没有放，然后还有这边两边也是还没有放。然后这一边的话呢是会做门，我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是小明的房间，所以到时候会在那边做一个门开出去过后，这边就是我的门，这个是我的 office、哦、然后进到里面，这边就是我的 office， 然后我的门在这边开出来，然后这个是 Benny 的门， Benny 的门一进来就是这边了、哦、对，这个是 Benny 的 office， 那个是我的 office，然后这一个是小明的 office， 然后现在那个灯啊，他们是已经装上去了，可是还没有，应该是还没有拉到那个总电源，所以现在是开不到灯，所以现在是暗暗这样子啦。我也很期待开灯过后那整体的 office 的效果，我真的很期待现在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唱 K， 我们现在在 New Way， 有他，Hi
有他，有他，然后还有他，他很久没有出现在我 vlog 了，因为他从国外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放松一下，唱一下歌。也是因为最近真的是太多东西烦，太多工作量。Copyright 啊！敢讲啊！敢。OK， 所以我们先好好唱歌吧。呜呼！哇！哇！哇！我们来到水族馆了。我们收了钱的。哇！水族馆。哇！好爽哦！啊，要嘞就送OK， 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刚刚那个服务人员讲他要帮我们换房间，我们就问他为什么，因为他讲还要换一间有厕所的房间给我们。然后这边是好像水族馆这样，然后厕所嘞就在这边。耶，这个是 Brava 的厕所，所以我们要上厕所的话就不用跑到外面去喽。Yes。OK。现在我们要唱歌咧，然后阿旺就讲我们要先开声 ，OK， 开那个声带，不然很伤喉咙 ，OK， 来 ，Let's start，OK，、okay, 刚才我们已经做好一轮了啊，现在是另外一个 key 哦 ，OK，OK，One，Two，Go。可以开始唱歌了。